分不清影踪，不顾不。鱼期要开台喽！哦，会有提醒哦。我有下载，我的手机有下载 Twitch 的。我手机有下，哎，八七 Jinx， 敢八七 Jinx 是偷偷待在我们 RC 啊，被我抓到了。那他下面啊，他下面跟麦麦跳绳啊。麦麦麦麦麦，嗯，八七 Jinx 是带麦麦吃鸡是不是？你带麦麦吃鸡，麦麦就帮你吃。没有，看一下。早安阿华，早安老弟的果冻。都是有贼哎啊哎！超了一的国栋会唱《海阔天空》吗？操你妈的！刚才应该都会唱。啊，那本就是啊。刚才都会唱，你们需要《海阔天空》啊。另外一首叫什么？《光辉岁月》。光辉岁月，光辉岁月。我来感动一下港仔，港仔来感动一下你。欸，我有时候可以跟得上这个音乐，有时候又会比它快一点，会是怎样啊？是我的麦克风问题吗？安安是蟑螂哟。钟声响起，归家的声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大定是会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快点啦，上线啦，姐！啊，上了，我上了。你没看到吗？有。风雨中破茧之腰。靠腰啊！你又还没上。啊，国栋嘞，他不是终于吃鸡吃一吃了就不见了，他给我干了他。我某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他没有分开每种色。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愿是光辉岁月，风雨中不更自由。对啊，去睡觉啊！看，放假不睡觉。哎，唱这一首啊！周董，甘愿开了啊！
哎、欸，肯德哲出现嘞、欸！肯德哲，那个是那个吗？感学姐，这不是傻小啊！肯德哲，你看那个啊！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我只知道陈德哲被踩死了。那是把你踩死的人啊，陈德哲。杀害你的人，凶手来了，就是他。还有苏冠宪，操你妈不开台，垃圾。鬼刚打麻将、打麻球，我告干。很狂欸，他们超有钱的，每天打麻将欸。那些全是我的梦想，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为什么会有赖啊？我们下载赖吧。群组很多女的。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可以加群组吗？可以啊，抖内我10块就可以加群组。还5分钟，抖内我10块就可以加群组。他刷走500，给我钱，练起来。是为了看母熊一眼。10块会不会太低啊？门槛会太低吗？是蛮低的，我办那个会员，我头很痛。呀，都过了吧？有没有面交10块？撕起来！哦，我不想加人啊！你们，哎、欸，你去密史爷或是陈天神，我先走了。我先下干。都飘散如烟。
曾经毁了我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哎、欸，你们不知道母熊在里面对不对？你们一定不知道母熊是哪一只。反正一定不会放他，一定不会放他的大头贴就对了。他偶尔会放，偶尔会放。他按主页就可以看到啊。哇，一看就知道是谁了、哎，就是那个后面有画脸上有画东西的嘛。哦，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对啊，那一看就知道了。飘上北方，也温暖家乡，告诉古老的城墙。有人说他的老家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1351，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还一分钟，他住在燕郊区，要进奈雪找藤藤蛇，别找我啊！拿剑的负责啊！好爽、啊。最喜欢把事情丢给选择者做了。他不会直接丢那个王子就好了。我不会丢，我要怎么丢啊？我真的不会丢哎。老鼠油也有啊，老鼠油也有那个，他也有，他也有抖内啊。哎，我因为我手机不是那个，石岩，你可以把那个群主邀请的那个连接码复制下来吗？从电脑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老鼠油有抖内过我啊，我有看到哎、欸，他的欧酷宝上面有邀请码。这个所谓的邀请码，有啊，有一个邀请码，电脑版的吗？对啊，我怎么没看到？有吧，有一个。我开了。好，我教你。有啊，老鼠有。对啊，有啊，这不是他吗？是老鼠哟，是老鼠哟。